大哥声音都没问题吗？ check 真的假的？就是有一栋房子下线，然后二楼下线一楼，我不知道，很严重，太重大了吧？很严重，对不起。然后重点是今天早上它的路面怎么微微的坍塌？那有什么人伤亡吗？或者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其实我昨天也一直很在关注这件事情的，因为我之前也是家里的，曾经当落过主委和委员。对，我其实蛮重视这件事情的，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一些公共安全当中，其实是非常需要注意的。因为像可能，比如说我们家的那个社区积水，或是可能它有一个异状漏水，其实我觉得它都未来都很可能会发生一些状态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也社区的群组就很热闹，就是说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些公共安全，然后我也很希望这些人可以好好的被安置。对，因为过个马路，就到那，就是那一区，大直区啊，就是基本上都是那一区。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在想，当然群组就很热闹嘛，有一些朋友就说啊，那边这样会不会掉价什么？可是我就觉得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安全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假如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，这些人是根本跑不出来的。那有，我昨天有看到嘛，就是市长啊，还有那些都已经把这些就安置好了。但我们也会做到更多的提防，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的角色委员，然后就会想说，嗯，就像毛孩一样，他其实终究其实在这里住在这，就是想要一个完整的家。对，我真的终养不弃、啊，对，终养不弃呀、啊。他就不记得别句台词了，是不是？我只记得终养不弃呀、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其实连到下午都在关注这件事情，对。公共安全啊，蛮重要的。那是警告会经过那个？哦，我不会特别，因为刚好那个是在那个另外一条路上，对，因为那个刚好是我去公司的反方向，我有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特别的会经过那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那边已经很塞了，已经很多消防车、救护车，甚至很多，因为今天在灌水泥嘛，在。听说啊，因为我就在看那个新闻，他把那个地基弄了一点点，对啊，这是我现在知道的状态。那如果很担心啊，因为其实他如果去裂缝扩大，因为现在超长。你是说会不会整排整条路就几乎都会这样下去吗？我觉得难免会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应该第一指标的事情，应该这无法预测，无法预测。但我觉得是现阶段那些人不要受伤，然后不要无家可归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对、啊。然后像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做公司的营运嘛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第二指标是什么，就是以后不能发生。那我们应该公共安全应该要怎么样的指标？你会不会以后去当里长？为民服务，你可以当内部大权力都靠你，权力这样，大只靠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努力了，努力。一直帮他加工作有有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但也有听到声响，没有，没有到那么夸张，没有。还是你们要看影片，你们有原档吗？他们应该都有看过了吧？对，就完全没有哎、欸，就是完全那时候也是从第一阶段是朋友传的群组来，就是去新闻，那是即时新闻，我就看到文字，哇，坍塌，哇。然后就看到画面，所以没有特别有这个共鸣啊。可是就是路上就很多消防车啊，然后这些来来回的声音。那你这几天有打算就先暂住别人家？暂住别人家？对啊，就是怕危险。所以这离很近，是不是？我家好像没有这么大哎、欸，就是隔一条马路啊，隔一个马路。我们家好像没这么大。哪一个马路？哪一个？你要住别人家，或者是去外面住？有这么恐怖？但他都能走出来了，到这边的应该没这么大。他是整栋都下去了。我家努力一下，还是先去住饭店。我记得他们是已经都被安置好了。对。
你感觉你讲得很严重，因为我没看。像你们很像社会线，很可怕。我忽然觉得很可怕。这个新闻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可怕，真的很大，是真的很大。是今天的事情。昨天晚上，然后今天早上又。但没有想知道是。对。那没有人说，是没有人说。完全状况外，我状况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回去关机。结束了，对，好的，全部来。你好，你有看到新闻吗？看什么新闻？心理课程。什么真的假的？就是我们上心理课程。那你那天记者会后来有再去看一下到底新闻是些什么？我好像看到说什么我情商还是什么的，但我想说，有这件事情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个好像情绪比较低落。情绪比较低落跟情商有什么关联？所以因为情绪低落，因为其实也不是，因为我其实身旁的人都有在上心灵课程的东西，然后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课程，就是。我反而是想要去学习一些什么，对，所以也没有着重在只有心灵课程，像是精油类的我也有兴趣，水晶类的我也有兴趣，对，所以我不知道指的这都算是心灵类的一种吗？是这么算吗？对，下一步是郭仙姑，这样，我可能去学什么紫微斗数啊、okay, okay, 人类图啊、生命灵数，我很开始开放那个郭老师的那个专辑。对啊，听起来好厉害。那你上这节课有获得什么启发吗？获得什么启发哦？像精油的课程，我就是去调了自己属于很可能自己喜欢的精油的味道，然后可能了解了什么精油对我的帮助是什么。那还有什么课程？能量跟气场啊，能量。我知道的是水晶是这样，但、就是你有一些行星，这种红橙黄绿蓝靛紫，然后去补足一些不同的颜色，然后那个精油的香味就可以去补足你的能量。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我都记不到脑袋去，我可能有笔记本在那边翻。那有文献啊，对，那大家看一下、啊。大家就是去了解，就是当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时候，你想要去了解它。像我也很想要去学插花课。真的吗？我妈插花教授哎、欸，讲你就好了，真的。你们两个要不要去旁边聊一下，好不好？记者会，好的，我觉得 OK 哦，就是并没有情商变，对，所以我也很困惑的是，他问我的时候，我心想说，情商是从哪来的？对，那你遇到情商的话，那怎么解决的？什么？你遇到情商的话，通常是靠什么？遇到情商的话，这是一个假设题。假设题哦，大家假设题好吗？对，这是一个假设题。经验，因为可能真的当下遇见了，我才能告诉你我会做的是什么嘛。但你假设的话，我可能很难给你一个答案，因为还没发生嘛。上一次情商，上一次情商是没有情商过了，还是都是情商别人？情商这件事可能800年前吧，所以其实我记忆也不是很好。对，我感觉问我的只有这些问题，纠结于情商的部分。对啊，怎么会纠结在这里？我自己都不知道从哪来的。那其实你们7月已经结婚，你是当下知道吗？我是从他们确定要去纽约的时候，因为他就说他要放假，所以我大概知道，但我也没有多问太多这样。但就是也是很恭喜他们终于完成了这件事情，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做，他们就一直没有下一步。所以因为包含我们在录影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都在讨论他的婚礼的场地，然后他可能也会询问我，就是说不要有很多蚊子，有虫的也不要，因为他很坚持要户外，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排除掉，因为我说我会有这些 feedback 给你，那我觉得你老婆应该也会觉得不行有这些东西，所以就是在这些选择当中，其实因为包含可能还要有雨天的备案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就是有拖延到一点点时间，所以但有现在有在加紧脚步了。那好，之前是想说会希望按照 SOP。先登记再办婚礼，或者是先想要婚礼确定了，然后再登记之类的，所以会催婚吗？那你是同事还没登记之前？
是不会，但是会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洋派的男孩，怎么会这么的保守这样？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，我想说 OK， 所以他是比较保守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，就是他希望依照他们自己两个人的共识跟脚步来完成这件事情，然后也不会被大家影响，这个是蛮好的。不管他个人想要还是你也想要，两个都想看看，应该两个都想要，但是就不要有虫跟苍蝇。很难没有吧？那我就说，那你们要提供防蚊衣，就我就给他一个 option， 就那至少要提供入口处要有提供防蚊衣这样。你是婚礼的总招？不是不是，对不起，我只是给他一个建议。哦，我想说，哦，婚礼总招发言人的感觉，总计划，对，所以如果你们，对，你们每次把我当那个，他们都把我当成万事通，任何事情都会先问我，所以你看有什么计划，他们都会问我。泽熙，你会想结婚吗？跟女友交往多久？想啊，想啊，当然想。有在计划吗？求婚那些，哇，他有在吗？先回避，这应该要保密吧？不是啊，如果讲了，求怎么求？没有什么惊喜啊。对啊，但就是有啦，就是人生的计划都一直有在规划，但只是我们现在就是也不能说以工作为主，我觉得是。怎么讲这件事情呢？反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生的体验，那每一项我们都希望能够好好的体验每一刻，所以不管是工作也好，或者是结婚啊，可能甚至未来可能会有小孩啊，我觉得这都是在计划内的。对啊。像什么时候发生？嗯？什么时候发生？绝对会是在中午差不多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绝对在中午。不是的，怕半夜他们会生气啊。不是说公布啦，我知道啦。你很贴心耶，我发现。你说什么时候？啊、我觉得也没有特别一定什么时候啦，但就是我觉得一直都有放在心上这件事情，那就是看什么时刻适合，因为我们接下来真的。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也完全没有时间，因为下半年真的太可怕了。接下来每个月都要宣传嘛，然后到明年上半年都有戏要宣传，所以哇，就是有点难。小豆他们也结啦。对啊，求了，求婚了。可是他们有人帮他们处理事情，我们只有总招，我们总招，总招啊。所以我刚刚觉得有那个有那个谱，对，开始有感觉了，有感觉。想说你要多嘛？对，我也不想要蚊子。那 OK， 对啊，开始找场店是不是？我是婚礼顾问，不想要蚊子。也是不可能，就是醒来就突然登记，没有，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很 free 的人，就是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，反正我们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当下的状态，我们很觉得很好玩，我们就觉得哎，如果有想到一个好玩的事情，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玩，就觉得哎，好像可以办。那如果觉得真的哇太忙了，要不要登记一下就好？好像也不是一个，也不失为一个选项，所以我觉得。这件事情都是就是在看了，对啊。如果现在有小孩也可以。可以啊，我喜欢小孩，对啊，家庭很重要。我们现在家里就有个毛小孩，所以中养不弃养啊，扎浪浪计划，哎，扎浪浪，加一个排骨，加一个排骨。对，家庭很重要。我觉得这两年大家都开始有这种感觉吧，所以很多人结婚啊，什么小豆他们也结婚嘛。就是我觉得疫情之后，大家都觉得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所以不管是你想要成家，或者是家里有什么成员，我觉得大家都会开始思考陪伴的关系或者什么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毛小孩赞啊，对啊，还没有。
结婚的计划就先毛小孩，收领养毛小孩，对，领养毛小孩。你跟哥哥谁会先结？你说我跟我哥吗？啊、哇，这是一个比赛吗？都有这计划。对，都有，说不定一起啊，说不定蛮好玩。对啊，可以。卷福最近还会跟夏河西一起吃早午餐。对啊，我们还是会去啊。对，去还是会。对啊，都被你们误会成我的绯闻男友，我真的觉得很尴尬。然后你们还要再把那个什么 Rima 拖下来，我就觉得你们很过，哎，不能这样。没有，他们是很关心你，我们要用这个角度去切入。好的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那是单纯我的朋友，谢谢。那也是 Rima 的朋友。我们三个人也会一起去吃饭，好吗？再来关心一题，我听一下，快点。还有别题吗？所以还是有尴尬。哦，不会尴尬，因为知道是朋友嘛。那只是比较担心的是，因为毕竟那个朋友他不是演艺圈的人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就是大家舆论的这个东西。因为其实看到那个周刊的画面出来，那个其实会。可能我看的第一眼，我的感受是其实非常不舒服的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伤害，对我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伤害。但是我就想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心平气和这件事情。好的，那现在我可以做什么呢？我还是专心做我自己的事吧。对，可是很生气耶，觉得我自己找朋友。哎耶，因为每次要帮我找男友，我也是头很痛啊。我有计划，我有计划在明年 maybe， 因为你说那个塔罗牌吗？对，明年那个塔罗牌差不多二月的时候，好吗？二月，如果遇到的时候再跟大家说，可以吗？你们该不会已经设好闹钟了吧？二月一号就是。二月一号入选波，没有，差不多二月十八。没有，你这样他们二月一号就开始跟了，至少跟到二月底这样。心已累。那你上这些课程没有其他男性好的？通常应该都是大部分都是女生才会上课，对啊，像我们上精油课就一票都是女生，当然还有 gay 了，对，还有什么？我还要上什么课？精油课、水晶课，对啊，几乎都是女生比较多。中雅不弃呀。开始我也想问你，渣浪漫计划，我就会很想要怎么样？你们要问什么？你有关心品杰的新恋情吗？蛮好的啊，我就是为他开心啊。怎么了？因为你是在新闻曝光之前知道？哦，不知道，我是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很开心。嗯，我觉得我要多看新闻。我一直有一个想说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？怎么了？等一下我再问你。对啊，很开心啊，替他们开心。你说品杰吗？跟浩辰，浩辰有，对啊，好像有，因为浩辰是他们比较熟，对吧？不是你是不是？你知道啊，你不是也知道了吗？你们干嘛？还是你和浩辰？好了啦，没事啦，就这样，大家好好相处。对啊，所以上次我跟你说他没事，那我跟你分享。喂，目前没有分享，我去问一下。对，你让我想一下，我整理一下。好了吗？我只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件事，也是新闻出来之后才知道。对，我只知道这个，因为刚好我们前阵子有聚会有。然后我们自己也有蛮震惊这件事情的，因为就是蛮震惊的。震惊的原因是那个男，因为浩辰很喜欢潜水，就是比较户外运动，然后品杰是比较喜欢宅在家里，对，居家类型的。结果有某一次看到品杰去潜水之后，我就想说一定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果然。我过一个月之后，新闻就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你很灵哎，打上你打听啊。
你说，包打听，包打听。因为跟品杰真的太熟了，他平常不太可能去从事户外运动。even 我们之前也有一起去花莲一起出游过，他大概一个景点他就要回去休息了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去做这件事。就想说是什么，是什么动力让他去？是爱吗？爱的动力。我会不会讲太多？你们不要爱我。没有，就觉得看到他们这样蛮好的，觉得很祝福，给他们一点空间，大家不要逼死他们好吗？对对对，给他们一点空间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我觉得姨母笑的声音好了吧，有了吧，有了吧。姨母笑的声音开始害怕，他们继续问下去。还有，最近跟哲熙有看到吴康仁跟苏伟霆的新闻，就你们也都跟他合作。你到底你这么有哪里啊？我真的知道这是吗？有生之年，他是我哥哥。会感到压力？什么东西？他怎样？对，是因为有压力，还是他有造成什么阴影？哦，我吗？哦，不会，因为我真的跟他拍过很多次，然后就是他真的是蛮照顾我的，我必须说，对，然后我很感谢他，就是从狂徒开始一路，就是我们雨二也合作嘛，然后其实一路都一直合作，然后他就真的蛮像一个哥哥一样，都会在现场跟我讲很多东西，对，所以这次他就演我哥哥嘛，所以蛮开心的。我们合作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对啊，你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？对，你要不要先 Google 一下？我总觉得你们言语中好像感觉得到什么事。新闻啊，查一下好了，像他很爱观察的。没事，也不关我的事啊，他对我很好啊，那是别人的事啊。对啊，要说什么呢？对啊。其实不用那么认真查。我只想说，什么大事？什么大事？我比较想看一下那个大字的方式。怎么了？你可以看一下。有啊，华灯，怎么样？你有感觉到它比较高压，或者比较那个？不会啊，其实我玩的蛮开心的，因为我有 po 过一个影片，是我们在对戏的那个状态是很好玩的。对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可能觉得压力很大吗？现场 ，I don't know。好问题，好问题，好小孩啊！对，徐伟宁的那个新闻。啊？什么新闻？你不知道吗？是你讲那个竹子那个前面那个标题，对对标题。他拍那个他和他的他的时候，有那个可能性侵戏嘛，拍入戏。哦，那可能是因为性侵戏，所以吧。就后来不敢再碰，阴影太大了。那你有问过本人吗？他们是否认，他们是有。那就好了，这话题不就停止了？对，因为本人都没问题了，那要延续什么呢？他说你在华灯节被宝宝的节，被宝宝，我没被宝宝怎么样。你说在里面的角色吗？会造成你戏外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因为我觉得角色是角色嘛，对啊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。我没有在角色里面，我也没被宝宝怎么样啊，这样，只被他卖了。对啊，强迫连接。里面角色被卖掉了呀。对。但还好，就是拍戏啊。角色嘛。我没有本人被卖掉，好吗？本人逼他，那够本人了。我本人很好。你有问小动物吗？对啊，有吗？你有养猫吗？来问你，有要养猫吗？不是，是应该说，是捡到的。对，我们家第三只猫是捡到，因为我们前面两只已经过世了。对，然后前面两只是小时候的时候在那个宠物店的阿姨，他们自己家生的猫，然后就跟我们说，哦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生的，然后便宜算给我们。对。然后就有两只猫，但长大之后才有意识到说，哦，其实去领养这件事情会比较好。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特别说要去领养，但是在路上捡到那一只猫，对啊。
就是刚刚台面上的金凤，那个爱心上面的金凤，第三只猫。所以在那个东开门之后，沟通那个是第二只猫。哦，那时候有吼。这是第二只猫，是已经是过世了。怎么办？我有点忘记内容。应该是吧。有在。哦，我有在里面讲这句话，是不是？好的。对对，那是第二只猫，那是我们家第二只猫，它去年过世，然后我们家老大是今年过世的，所以我们家剩老三。老大是大概几岁的时候走的？15岁。还好能陪他们一辈子就很幸福了。捡到是认识路边看到吗？没有、哦、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这个故事，就是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，我们有上那个建国高架，然后我经纪人就看到说，哎，路边有一只猫。我说哈，这在建国高架哪来的猫啊？你确定吗？他说对，我有看到。然后我们就绕了一圈，再回到同一个地方，真的有一只小黄色的猫，就在那个上，就是我们建国高架不是要上去吗？上去的要开始有其他道的那个 moment 那边的边边，路肩还是中间？边边，就是靠那个墙的地方，那一只猫就在那边。然后我先想说他死掉了吗还是什么，然后他没有，就是他还在那边很害怕那边跑动，然后我们就把车从那个道那边停下来，停下来之后我们那时候三个人吧，我记得有造型师，我跟我经纪人，我就拿了一件衣服然后往那个方向走，然后我就请另外一个朋友从前面挡住他，因为他就是要吸引他注意，然后我从后面抱住他把他抱起来，不然他如果往那边跑的话，那边车是没有停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。可是重点是更可怕的是我们人在那个高架上。但是还好是我们车停下来，是后面整排车都是跟着停，只能停、因为他们过不去。在高架停对，我现在我就是当下没有想这么多，我会影响什么事情，我只想说我要去救他。对，所以不知道，那还好，可能被扒，然后被骂，但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想说我先救他再说。然后就带回家了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想问不懂吗？你这个脱离现实好多哦。最近真的太忙。你先看大直啦。我会，我先看大直。刚刚他现在你现在有功课了，要开始做功课了吗？要看新闻。看新闻。查吴康仁的。没有没有，我有记录。你这防备很防备。对对对，等一下等一下啊，马上给你。真的跟大家息息相关这样。对啊。